新店市省召爆出高层护航丑闻，立委一涌而上，全面围剿 NCC 主委陈耀祥。笑话！两边疯狂对呛，裴伟在股东会说，蔡英文找亲信洪耀福去施压 NCC， 还交代这是总统的旨意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陈耀祥语带玄机。洪耀福有没有找你沟通？你要问洪耀福啊，你怎么？洪耀福说他有跟 NCC 沟通，那有没有跟你关心过静电视？各界来讲的话，关心静电视当然的情况当然很多嘛。但是我不认为那个是所谓的关说或施压的问题。NCC 报告中发现，静电视恐怕早已违反省召条件。当初 NCC 要求静电视要与周刊切割，但却爆出静电视帮周刊养狗仔。静电视还说裴伟没管静电视，但又被抓包裴伟月领150万元的顾问费，欺瞒 NCC， 甚至有股东放话裴伟已经违反公司法。然后都没有跟静电视。都没有跟静周刊切割，裴伟仍旧是后面的黑手，掌控所有的这个支配。属实的话，是不是就应该撤照？我想最终最惨的、最严重的情况之下，就是废止执照。啊，你要不要查你们 NCC 内部是谁啊违法泄密给裴伟呢？你要不要调查？这个已经有，你不调查，这个已经在减掉调查当中了。裴伟的跟屁虫。蓝军质疑，就是因为裴伟找高层撑腰 ，NCC 委员才让审查没过关的静电视拼命补件补到饱。是一个新设的新闻台，你可以给他26次的补件机会，8次的咨询会议，4次的委员会议，结果一个原本已经有的新闻台，他要被撤照委员会议，完全不符合正比，对静电视情有独钟，他们就是要帮他，一定要拿到执照。在野党要组调阅委员会查静电视案，但民进党表决阻挡，民众纳闷，如果小英苏贞昌没有官说涉案，那民进党拼命挡到底又为了什么？记者黄明君、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